周音乐吧第一季电视歌友会如约而至，不敢相信。本周一起音乐吧，精彩纷呈，好歌不断。全新推出的大型全民音乐互动节目《一起音乐吧》，我们千呼万唤万众瞩目的《一起音乐吧》电视歌友会终于来了，你们嗨不嗨？嗨！高不高兴？高兴！想不想听我们唱歌？想！那就让我们一起欢唱吧！本周终于迎来了那些年我们一起爱的音乐吧电视歌友会，今天所有获胜队员在此重聚，请与我们一同回味往期的失落与期待，欢笑和惊喜。今晚好歌不断，精彩继续。哎，我们一首劲爆的歌曲之后，接下来还是劲爆的歌曲，因为我们一起音乐吧的电视歌友会就是这样的惊喜连连。接下来这一首也是非常劲爆的歌舞表演，是谁带来的呢？哇！不敢相信。你报一下歌名好吗？ Okay, 别光忘。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Two Bad Girls。是写给坏女孩的歌。那这样的话，那这首歌我不能听了，你们听好了，写给坏女孩吗？其实女孩比较喜欢男孩坏坏的，其实男孩有时候也喜欢坏坏的。女孩坏坏的，他意思就是不喜欢你。哦耶！哎，我发现你老不来，但挑事儿这功力长不少。在家练这块，对不对？我收回一个蛙，然后接下来谁表现不好就没收一个蛙啊！你们是 Two Bad Girls， 对不对？好，那就一起来欣赏我不太能听的这首 Two Bad Girls。Two Bad Girls。除了你的小温柔，嘴唇有点颤抖，你有一点害羞。哦，想在你哭半年后，你说你需要超的拯救，带你飞到我的家门口。哦耶，Yeah.
量大哈，五倍的那种嗨的感觉哈，是把我弄得特别热，我一直在擦汗，真的。其实你看人多，我觉得伴舞也不用带了，就自己跳嘛，而且是特别奢华的阵容。我觉得以后你们可以考虑，就是经纪人也不用请了，为什么呢？咱五个人嘛，一个人记一天的这个日程，然后一周咱们就过去了，是吧？经纪人恨死你。对，经纪人也在呢。今天我找了半天不在，找了半天不在。你看 MIC 男团之前来过节目哈，我们知道你的即兴表演是特别厉害，对不对？那刚才来了劲爆的，咱们来一个安静类的即兴表演，好不好？安静的，安静一点的，来什么呢？那我们就不用影响伴奏啊，对吧？安静一点，对，不不，无人声伴奏，无人声伴奏，那还伴什么奏啊？也没有伴奏，也没有人声，那是什么呢？难道是 B box 吗？我们来了啊！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预备，走。Them good old boys all drinking whiskey and rye, singing this'll be the day that I die. This'll be the day I die. This'll be the day that I die.对，而且我觉得你们特别聪明的是，在不仅我就是不能打断你们，后期导演也剪不开。也是，你们就是完完整整的一段表演。其实还有下一段的，来，一般。下一段待会儿再来，好不好？ Okay. 好不容易当个队长，然后大家都挤兑我，就觉得我不适合。你说当个队长容易吗？这辛辛苦苦的，还得为队员考虑选歌，还得拉拢我们之间的感情，还得私底下还得对花了不少钱呢，对，还得请吃饭什么的，容易吗？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期《一起有吧》电视歌友会的全部内容哦，下期再见。拜拜。